大家好，粉丝送给我们的卡斯罗犬现在已经收到了。这只狗胆子非常小啊，你可以看，但是品相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只狗目前是4个月大，体重大概在60斤左右，胆子非常小啊，在路上已经有2天2夜没吃东西了。现在咱们就喂它一点狗粮，因为我自己是开饲料厂的，所以狗粮多的是啊，就近取材。这只狗吃相也是绝了，直接趴着吃，但是食欲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刚开始接到狗的时候不能喂它太多，大家接到新狗也一定要注意，给它少量的食物垫垫肚子即可。首先要让它做的就是适应环境，进食量再慢慢的给它增加，这样它才会更加健康。咱们介绍一个新的朋友给它认识一下。这只卡斯罗犬真的胆子太小了，完全没有猛犬的样子，比拉布拉多犬还要老实。咱们明天就给它送到猛犬基地，不知道这么老实的卡斯罗犬碰到其他烈性犬会如何表现呢？一切都是未知之数，一切都等明天到猛犬基地看看它如何表现吧。